最後直路六十六十鬥緊金剛之星，勁精神上緊嚟。再後邊嘅馬咧，仲見到有威勢之寶追緊，入邊就行進寶區。最後百零米透出嘅馬咧，就金剛之星啊，埋邊六十六十，外邊啊勁精神。最後五十米，金剛之星仲係佔先，勁精神逐步蠶食上嚟，勁精神，精唔精神啊？精神啊！告東嚟兩隻啊，巴基之友同埋勁精神，埋邊金剛之星咧，應該係第二。第三名咧，係咪埋邊嗰只六十六十放到，定係十號嗰只威勢之寶呢？以為金剛之星贏緊啦啩？唔係啊，一號勁精神上咗嚟啊！最後直路前面美麗全城走中間已經係透出㗎啦，後面嘅馬中檔位置星州司令平湖之星啊，響外邊咧仲有美麗大師亦都上緊嚟，入邊追啊四季王，最後百零米啦，美麗全城越跑越斜啊，一路走出嚟外欄嘅位置，但係接嚟咗三個馬位，川河專區美麗大師一齊追跟上嚟，接近終點，中銀理財馬會一哩錦標，美麗全城可以話係點跑都贏啊！第二名嘅馬有川。河專區美麗大師要影相啊！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咁啊見到中間瀟灑王子佔先啊，外邊咧呢只請跟外來上緊嚟啦，入邊揚名秋秋咧就揾緊位，中間追仲有金碧科，再後邊啊帝勝之星嗰啲馬，最後二百米啦，請跟外來已經係透出噶啦，中間有金碧科，入邊位置仲有火百合啦，中檔咧仲係有千分嗰啲馬，接近終點 ，follow me， 請跟外來贏幾個馬位啊，金碧科跑第二、第三名，火百合第四名，瀟灑王子有千分。同埋埋邊嘅揚名秋秋近啊，結果 1.8 倍嘅大熱門，咁啊都好穩陣㗎啦。你睇佢跑法二搭轉彎，唉都費事同你喺入邊塞啊，掟出去都收曬姜贏啊。跑第二名嘅馬，咁啊轉咗啲配備喎，呢只金碧科，第三名火百合，第四名瀟灑王子有錢分要影相。好啦，入正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，見到就嘉應傳奇鬥緊自在人生啊，埋邊博位啊，鑽石名陀博唔博到啊，中間夏威夷唔使博上咗嚟啦，後面嘅馬安琪亦都喺大外檔追緊，馬林中間仲有怪獸家長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見到透出係夏威夷啊，怪獸家長追緊上嚟，外面位置安琪，中間自在人生，2019年年度第一炮五 win 啊，蔡若翰莫雷拉唔使講嘢，夏威夷贏啊，跑第二。第二名怪兽家长，第三名自在人生，第四名安琪。元蘭追啲有呢只咧就最多福啊，揈出去出邊上嘅馬，仲有電信兄弟，哇馬林中間有你共享啊 ，S 型走位揾緊位，外邊追仲有激上啊，鬥到嚟最後百零米，透出仲係加州福星，馬林中間上嚟有你共享，出邊係激上，接近終點，加州福星佔先，有你共享啱啱夠啦，過終點嘅時候咧，有你共享過咗佢，捧走呢個跑馬地錦標啊，跑第二名。影相啦，埋邊加州福星，出邊係激上。咁至於跑第四名嘅馬咧，就係又係衝得勁嘅嗰只順勢寶啊！攞出去外邊上咧，就電子群星嗰啲馬。好啦，鬥到嚟最後三百米到啦，透出嘅馬咁啊，見到埋邊位置牛精大哥啊，咁啊美麗掌聲咧就響呢個第二位，咁啊阻一阻到嗰只路路之星喎，中間標之霸亦都上緊嚟，咁啊外邊追幾利紅星，最出仲有電子群星，馬林中間咧仲有宜春之星，都好多星啊！最後一百米到，幾利紅星透出，外邊電子群星兩馬中間宜春之星接近終點，電子群星贏跑第二名幾利紅星啊，第三名宜春之星，第四名咧就美麗。掌聲，總言之呢場有聲你就掂啦。咁啊，而贏馬嗰只咧就外邊冚上嚟，六號一隻電子群星啊。咁啊，三號嘅幾利紅星就跑第二，宜春之星咧就第三，美麗掌聲就跑第四。繽紛遊戲放頭啊！咁啊，睇下千六嘅氣量到唔到啦。智取雙頭咬住佢。第三位內欄咧有翡翠福星，中間黃衫咧，咁啊第四位咧仲有德勝區啦，外邊贏得精彩趕過佢啦。淺藍衫內欄尾四與龍共舞啊，揈出去嘅馬分別有川河寶區、威信啊，最出咧就係嗰只白鹿飛翔啊。好啦，鬥到嚟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兩隻馬鬥緊啊，埋邊繽紛遊戲鬥緊重磅嘅就智取雙頭，再見到後邊嘅馬有中檔嘅德勝區上，內欄嗰邊仲有與龍共舞，外邊追緊仲有威信，最後一百米到埋邊繽紛遊戲鬥緊智取雙頭，見到與龍共舞喺入邊上嚟。外面追逐嘅川河宝驹接近终点嗰步，埋边系缤纷游戏，智趣双头又上翻嚟啊！埋边缤纷游戏以为仲唔赢，咁但系一路智趣双头
騎落去仲有啊，係咪繽紛遊戲又唔多咧？兩匹馬相當接近，第三名千河寶區，咁啊第四名咧亦都近，有翡翠福星啊，粉紅衫最出嗰只五號係威信。嚟個馬分別有滿貫紅啦、馬索爾啦，咁啊馬林中間韋威仲有狂舞派啊，喺入邊搏位嘅馬，咁啊有冰貴神足啊，同埋活力名驅啊，大外檔衝上嚟咧，仲有呢支勇敢傳説啊，兜到嚟最後百零米，透出嘅馬係時勝二啊，埋邊咧冰貴神足，中間仲有狂舞派，大外檔越跑越斜，勇敢傳説殺上嚟，接近終點啦，第一名相當接近啊，甩姜城啊，咁啊呢只勇敢傳説似乎都好有機會咧，就同嗰只狂舞派影相。有機會啊！十號馬狂舞派贏唔贏到呢？外邊二號一路跑就一路一甩姜城一路揈出去，第三名都近嘅喎。有四勝二同埋十一號關鍵時機，亦都要影相。少在馬林入邊咧，仲有呢只自在四方啦。後啲嘅馬攝入邊追，有呢只美麗標誌嗰啲，兜到嚟最後三百零米啦。美麗日子佔先啊，咁啊見到蟲草之星起勢咁，已經追緊佢啦。再喺外邊冚上嚟就係自在四方大外檔開懷大笑啊，兜到嚟最後百零米啦。自在四方喺外邊冚人咪話過過咯，中間有蟲草之星啊，埋邊仲有呢只美麗日子，再後邊嘅馬咧就係一開懷大笑，接近終點，自在四方係贏到冇得跑嘅，跑第二名蟲草之星，第三名美麗日子。第四名是那隻開懷大笑啊，咁啊結果呢隻志在四方，今場賽事醒啦，潘頓唔走入去啦，咁啊走出去出邊咧，咁啊結果望空之下好輕鬆上千六第一鋪即贏啊，蟲草之星都跑翻個第二。就第四位、第五位埋邊藍衫咧，仲有極速王攞埋出去噶啦。外邊位置有呢只招五萬九啦，再後邊嘅馬咧，先見到內欄上少少，全民皆知馬林中間穩威有型起啊，鬥到最後三百中檔透出美麗甜心，後邊嘅馬有型起追緊上嚟，再喺中檔位置極速王內欄得勝門，最後一百美麗甜心有少少挨出嚟，有型起上緊嚟，邊個啊 John 贏啊？外邊 John Size 呢只有型起蔡若漢贏啊！跑第二名美麗甜心啊，第三名是極速王，結果蔡若涵目前78場頭馬領先大魔75場，有三場咁多距離啊！跑第三名極速王，第四名名欣賞啊！記得 subscribe 翻我哋嘅 TG Channel，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Go Racing， 最緊要咧去翻我哋嘅網頁 hkgoracing.com 睇我哋 news 同埋專欄啦。